说到街舞啊，大家都不陌生了，相信大家都看过。那您看过庄在基跳街舞吗？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个新鲜事儿，在驾驶员的高超的技术下呀，两个大型的庄在基也能跳起街舞。您信吗？不信就一起去看一看。20多吨重的庄载机倒立着，随着节奏摇摆，被大伙戏称为最给力的街舞。庄载机开始同时跳舞了，想比三机跳舞，两辆挖掘机翩翩起舞，不时进行左右极限摇摆，犹如神龙摆尾。练了8年多了，非常难，也是经过那么艰苦的训练，也是。28岁的曹兵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大小伙子。为了练就一身绝技，他可没少吃苦。有一下，我的腿卡回来了，没有什么安全措施，那个也掌握不了，所以我碰破了，把腿碰破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曹兵的努力下，现在这辆20多吨重的挖掘机非常听话，不但能够轻盈的跳舞，还能够前轮着地摆出各种造型。一起来那个也可操作了，我们看。掌握那平衡。曹兵说了，这可是一项保密的专业技能，不能够外传，大家也千万别模仿，弄不好啊会受伤的。这项绝技吸引了100余名市民和挖掘机车主慕名而来，对其精湛的技术佩服不已。请大家继续回到室内，进行我们更加精彩。屁股开的裂，哎，太精彩了，以前真的没见过，太精彩了。一个钢铁狂人，谢谢大家。的确是非常的精彩啊。